是 F-16 战机，本型机具备全天候视距外作战能力，配备驯南空力与链路系统，规划性能提升专案，可西挂各式空对空及空对地武器，是台澎防卫作战中重要的空中战力。第三、第四小队挂载关键战通过的是 IDF 战机，英国号为国人自制的高性能战机。